好，我是嘉仁。今天这支影片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高中跟国中的差异在哪。我前阵子有在 IG 上发一个问答，就在问大家说，大家对于高中有没有什么一些向往，或是觉得高中跟国中差在哪里？而拍这部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在五月底考完会考啦，恭喜大家！在这边偷偷跟大家讲说，尤其是表演系社团热舞社啊、吉他社啊、热音社，在高中其实是有学长姐制的。确实，学长姐制度就是一个，我觉得它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互相尊重就好了。你看到学长姐要说学长姐好，我觉得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面，有礼貌，然后看到学长姐打招呼，这些都做到，其实就不太需要盘。接下来第二部分叫学习历程。学习历程的话，我给的两个建议就 OK 了。最大的东西就是你要开始去对外探索，然后你也开始对内探索。对外探索的意思是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演讲，多去参加一些比赛，多去参加一些校外的活动，让你开一些眼界。这些东西都是对外的，也就是你可以走出你的校园，你可以走出你的舒适圈，去探索一些你没有发现过自己的可能性。这些都是对外探索。然后对内探索就是你可以开始去想你自己擅长的东西是什么，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，并且开始在你擅长你喜欢的东西开始去刁钻，开始去找一些比赛，找一些指导老师，找一些你有兴趣的主题，并开始在那个方向继续去研究。